放激光的植物。The next day， 我红针花的激光可不是浪得虚名。第一眼看到我激光的僵尸，基本上看不到第二眼。K.O. 欺负小的算怎么回事？有本事就冲我来！弟弟结婚，这一代激光可是激光界的扛把子。我从小就是吃阳光长大的，将吃进去的阳光转化成激光，而且我能打好几路的僵尸。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可不会激光。猫尾草，你少给我装模作样，你要的给我吃下。我的